小伙子，一点多了，你等着还没到呢嘛。过分喽，她就是个仙女儿，也不能让人这么等啊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大爷，我现在走不算过分吧？啊，不过分，不过分。啊，像这样的女孩啊，你呀，趁早拜拜，靠不住。谢谢您。 我正要找您呢，还有一些内容我要再跟您核实一下。那可不行，我得去吃饭去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口饭没吃呢。哎，正好我也没吃呢，要不然我请您咱一块儿吃吧。好吧。谢谢。刘辉，你怎么站在这儿啊？宋老师，爸爸让我在这儿等着您，这么乖啊。哎，叔叔来了吗？ 侯飞叔叔吗？嗯，来了。走吧。太精彩了，真是个惊心动魄，简直就是个新闻大片儿。我马上送总兵室。哎，主任，这个呢是我中午请医生吃饭的票，是不是顺利的给报一下？当然给报了，我还要让孙总请咱们吃饭呢，晚上饭还没着落吧？正好一块儿了。 什么事儿啊？你好，大爷，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空军的同志来过，大约十一点半左右。来过一个，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一点多吧。啊。哎，你好，鹏飞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您知道吗？那我能进去找找他吗？不行。 我找你们一团宣传骨干是盛如东，我是江城日报的记者。我接岗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啊，谢谢啊。两个年轻人在刘机长的撮合下见了面。 看起来也十分般配。就到这儿了，哎，鹏飞，你要负责把苏老师送回宿舍啊。以后叫我小苏就可以了。好，小苏，小苏啊，这门你也认了，没事就常来啊。嗯。等刘辉奶奶回来以后，我让她给你做一顿正儿八经的饭。今天的饭不算数。今天的饺子就已经很好吃了，是吧？嗯，好吃就好啊。做饺子我是拿手的，行了，你们走吧。好，刘局长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 没想到你的饺子皮擀的那么好，都是在预校时学的。预校时吃饺子就翻了各队自己包。部队真的挺锻炼人的。对。鹏飞，对不起，昨天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报社紧急的采访任务，从采访到写稿、交稿。 忙到下午才结束。交稿后，我才想起我们约好的事情。后来赶到那儿，你已经走了。系上报纸是想证明我所言属实，当然，这都不能成为我失约的理由。我洗完了，你去洗吧。
当事人不同意。安记者，我只是个学员，我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训练，我不想刚下部队就整出那么多与训练无关的事情，我更不想出这种虚头巴脑的风头。要不星期天请我吃个饭。安夜，安夜，主任，总算是目中有人了，想谁呢？小娜娜。她是谁呀？还不知道吗？好啊，安野，我过去是你的实习老师，现在我可是你的顶头上司，跟我都不说实话了，想不想进步？我真的不知道她是谁呢，这句话是实话。哎，您怎么还没走啊？加了个小班，走了啊。啊，对了，一般本市评信几天到啊？当天、第二天，应该不会超过两天的。判谁的信啊？安夜，你想谁我可不管啊，工作上不能给我出事儿。啊，放心吧。啥意思？啊，这个作者寄过来的，约好的事情给忘了，寄过来算是做一个证明吧。本报记者安夜，这名字有点熟啊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多大？跟我们差不多吧。漂亮吗？还行。你刚才收起来的那封是情书？道歉信。他对你有意思啊？没有。你对他呢？没有。那介绍给我得了。歇着吧你啊。星期天中午11:30，白天鹅舰，鹏飞。刘舰长，哎，进来，哎，鹏飞，鹏飞，你去幼儿园帮我接上刘辉吧。我有点事儿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等等，你换个衣服，洗把脸，来得及。不用了吧？也对，男人嘛，只要有事也不在乎外表。刘局长，那个事儿您就别操心了。对，以后我就不操心了。师傅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吧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孙老师，鹏飞，刘辉他爸又有事儿啊？啊，又有事儿，走吧。刘辉，明天星期天你有什么安排吗？有。干什么呀？跟朋友约了吃饭。叔叔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好，那孙老师，我们先走了。孙老师，我们走了啊，快跑步。还不错，就是组织欠妥。嗯，英雄所见完全一致，你给改改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还有事儿呢，我11:30必须得到。再说了，我还得回家换衣服呢。我走了。哎，署名算你们俩的，你在前。哎呀，不是为了署名，我真的有事儿。
上礼拜天就没休，星期三不是给你补休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哦，人家都休星期天，就我一人休星期三，你让我找谁去？你是不是真有个他了？是的，真的。所以还恳求主任大人发扬一下人道主义精神，体谅体谅吧。哎呀，安叶，你看我这儿一大堆稿子等着处理呢，帮帮忙吧，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我舅舅不该来，我给你倒水去啊。通知您几位啊？两位。这边的。坐这儿，谢谢。现在点呢？啊，等一会儿吧。先生，现在点呢？等会儿吧。你对不起啊，不敢深交。你11:30，一分不差。我提前半小时到的。约的几点就应该是几点。非常刻板。这叫做严谨。穿裙子，我还以为你不敢穿呢。漂亮，来坐。请坐。谢谢。白色很适合你，真的，有点像。像什么？像白雪公主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么无耻的人！服务员，点菜。听话，哎，宋老师啊，给我坐，你坐。宋老师好，你好。宋老师啊，没跟朋友一块出去啊？嗯，他今天有事儿，约了朋友吃饭。好。刘机长，你确定鹏飞没有女朋友吗？确定啊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没事儿，赶紧回家吧。再见。最后再来个青菜，蒜蓉空心菜，可以吗？觉得差不多。同志，您这腿得上点药吧？其实用不着去医院，就是一点皮外伤，要不是那个服务员提醒，我都没有感觉。坐好了啊，我要加速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没碰着吧？我让你坐好坐好，怎么就坐不好呢？快起来！我以为我坐的挺稳的嘛。来，上车。搂着我的腰，搂着我的腰，到这儿不就完了？我不是怕你不好意思。这是猪八戒倒打一耙。坐好了。
本以为还能有顿大餐呢，从昨天中午就开始饿着了，没想到结果呢就是这。那怪谁啊？当然是怪你了，这样你只请了半天假。不讲道理，怎么会怪我呢？安夜同志，不是我只请了半天假，而是只给了我半天假。这样吧，下周末。好啊，那时间地点你定，钱我出。哎，不如我们去看电影吧，有一个电影叫《秋菊打官司》，都说好看。可以啊，那我来买票，买哪天的？哎，但是我们只有星期天有时间。只有礼拜天有时间，你还问我买哪天的？票还是我买吧，我时间上自由一点。至于钱嘛，只好我先帮你垫上喽。电影一定要看，大餐一定要吃，否则留下后遗症。很高兴鹏飞同学能有这样的觉悟，那就这么定了，下周日下午3点，江心公园老地方见。我们先去江边走一走，然后看电影，然后吃大餐。哎，鹏飞干嘛去？见朋友。男的女的？小苏，你干嘛去？我没事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来一个朋友在大门口，去见一下啊！再见。啊。嘿，王天阳。哎，找我的。是。哟，开上车了。哈哈。换了机长，这车就便宜卖给我。那他呢？换新的。呵，够牛的哈！欢迎你到民航来。鹏飞，小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找你的。这是苏老师，幼儿园的老师。这我同学罗天阳，在民航也是飞行员。你好。你好，苏田。我罗天阳。您好，给我2张明天晚上7点半的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坐。不用了，那个你有客人，我就不坐了。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儿，你明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明天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个孩子的家长送了我2张票，越剧是上海小百花的。我不太懂越剧。啊，是不想去看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也明天有点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跟朋友约好了看电影。约了人啊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朋友？你既然有女朋友，你那天为什么还答应跟我见面了？那时候还不是。在我之后。还有些事情怎么说呢？就。不用解释。我明白。这样好。这样，对大家都好。那个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
不好。不是他哪里不好，而是你有了更好的人。什么呀？这哪是个什么好不好的问题？也就是说，你不打算跟他好，对吧？对吧？介绍给我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就算介绍，也不能我介绍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也是哈，那我自己去找他去。他叫苏。苏甜，甜蜜的甜。你就说找苏老师，幼儿园就他一个姓苏的。跟我好好说他的情况。24岁，中专毕业，工人家庭出身。还有，他是家里老大，底下有2个弟弟1个妹妹。跟我挺像啊。四川人，父母在四川。难怪呢，四川自古出美女啊。以后罗天阳，我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你？你当时还不说一声？别动我，别动我！你现在在哪儿呢？你讨厌！你又说我又……把1号天气以上的飞行员列出来，5个机组加1个备份，10到14个飞行员，同样也要有备份。4个老机长都得去，另外一个。谁去啊？程程吧，能力上可以，进厂次数也不少。晨晨性子急了点儿，要给他找一个稳当一点的互补吧。李东阳。嗯。机长定了，再定一下飞行员。团长，这次去个学员，鹏飞怎么样？嗯，我看行，这小子很有飞行天赋。他一上机一摸杆，我就能感觉得出来呀。人家罗天阳现在可不一样了，有车一族，开车过来的。哎，开什么车？桑塔纳而已。哥，没这样的啊，桑塔纳而已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些同学混的都不错。这个，哎，叫什么？王建凡。对，王建凡。王建凡，王建凡在哪里？空军。对，空军油量研究所。对。李伟在沈空。还有宋启良、康正直，都混得不错。反正除了我，都在空军。那你也没离开飞机啊？咱大小也是个飞机。对，找你的，是个女的，安叶。喂，安叶。妈。妈，我现在有战友在，我稍微晚点打给您，哈。哎，再见。就你这样的吗？他骗我不止一次了。这个安叶是干什么的？跟你没关系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在，稍等。女的，安叶。安叶，我才不信安叶。妈呀。哎呀，那我们战友之间开玩笑，哎，好，哎，但是不能跟上次似的啊！干啥的？说，记者，我你漂亮，我是军人，言出必行，我们跟你们老百姓可不一样啊！哎，那先这样，咱们见面聊，我这还有点事儿，哎，再见。哟。我们跟你们老百姓可不太一样。那可不是，咱是军人，你是老百姓。说你呢？刚才说哪儿了？康正直是吧？说话。我们不想聊康正直。行，聊谁？老许、老罗。我接电话啊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是，中队长。哦，在。中队长，是，好。紧急任务，让马上去作战会议室。徐光进，老罗交给你。我先走。好。鹏飞是你们这波里的尖子吧？我们这波人里最早放机长的，肯定是他。不出意外，
明年。明年，25岁，民航最年轻的机长也得上30吧。明天那边的气象比较复杂，各机组针对这一情况，都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。等等。哦，刚接到电话，我给大家传达一下。哎，那个，你们幼儿园跟哪儿？幼儿园，你知道，看到路口以后左转，到头你再右转，然后在路的东边。走。不是你干嘛？现在要去啊？啊？不是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哪有人啊？早下班了。我总得先探探路吧。走。利于飞行啊，刘机长，你觉得他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装完？得1个小时。我这人啊，不怕飞，就怕等啊。哎，同伴，你今儿降落的不错呀。说是你同学，姓罗。哦，谢谢啊。师傅，我打个电话。啊，你打吧。你好，请转一下鹏飞宿舍。你知道幼儿园今天不上班，你非得今天来，你不找着吃闭门羹的吗？我来看我老同学不行啊？你拉倒吧你！你跟我有这份交情？要有自信。他住哪儿啊？你好，请转一大队鹏飞宿舍。你就打算这么上门，能行吗？喂。哎，你好，鹏飞在吗？哦，鹏飞不在，他出任务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啊，好，好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不是你干嘛呀？打算直接写情书啊？写情书有点早，约个时间见面。只要他答应见面，这事儿就有5、6、7、8分成。军航1036，飞航向130度。鹏飞啊，这种温度下飞行啊，要时刻注意发动机是不是有可能结冰，而且啊，不止注意发动机的转速，还要注意进气的压力值，即使有轻微的减小，也要引起重视。看看啊，是不是因为结冰而引起的？
号，请呼8492，就写试试呼机坏没坏，对，试验的试。好，谢谢。同志还没给钱呢，对不起。哎，走。哎，你们二位干嘛呀？哎，大爷啊，您好，那个，麻烦您把这封信交给苏老师。哦，又是苏老师的。给他写信的人还挺多。哟，多，这幼儿园里啊，顶他的信多了。那个，那就麻烦您大爷一定要亲手交给苏老师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您。啊，好，好，麻烦您大爷。不妙啊，罗天阳，竞争激烈呀。所以得只争朝夕。哎，许红静，你说啊，这小苏这么好的姑娘，这鹏飞怎么就不喜欢呢？那个，安叶比小苏漂亮。各有各的味道，不过，人家安叶可是记者。听起来就是比幼儿园老师好听，这就是鹏飞最大的问题，他不懂。这个做老婆呀，小苏比安叶强。怎么讲？一山容得二虎啊。我走了，你回去吧。哎哎哎，嗯，再来找小苏的时候，把车开来。不，我不能给他留下任何的假象。我对他是认真的。我要跟他做夫妻，这夫妻呢就得同甘共苦。你还夫妻，同甘共苦，你想得够长远的呀。没有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穿云的时候有点紧张，主要是注意分配问题，不看地平仪。你要记住了，以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地平仪为王，因为地平就是你的小飞机，你要飞得精细，飞得准确，0.1误差你就能判断。穿云的精细稳，应该就是这个情况下。好，几点能卸班啊？4点转弯。师长，这里哪里有电话？机长值班室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鹏飞啊！刘局长，我有点急事，打个电话。好，你去吧。好，别跑，这是高原，来得及啊！知道了。你好，我打个地方线。我们这里不能打地方线。淑萍，我是安叶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如果部队的飞机出事儿的话，对外公不公布？那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？能确定没事吗？啊，那就好，谢谢啊。安叶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
志高集团的新闻发布会10点钟开始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妈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刘辉，听奶奶话了吗？妈，我有那么好笑吗？妈，你待会儿啊。刘机长，傅老师，啊，罗天阳，鹏飞的同学，在民航工作。这位是刘机长，鹏飞的教员。你好，傅老师。你来一下。好。司老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鹏飞没跟您说呀？说什么呀？鹏飞是有女朋友的，是江城日报的记者。是吗？嗯。你好，请呼8492，速回电话。好，谢谢。我是鹏飞，请速回电话。你好，请呼8492，我是鹏飞，请速回电话。老板结账。我是鹏飞，请速回电话。我有点急事儿，熄灯前赶紧回来。行，我跟大队长说一声。是。已经下班了，我就是让你进去了也没用。那我进去给他留个条子总可以吧？条给我吧，明天上班我转交给他。那好，谢谢你。没事。哎，那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他找谁呀？丁主任，他找安叶。你好。安叶今天夜班，他该来了。安叶，主任。有人找。安叶，谢谢，谢谢。就因为我失约了一次，你也非得来这么一次，真是小人之心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有紧急任务。谁没有紧急任务啊？上次我失约了，第二天就给你写道歉信。可你呢，整整5天，杳无音信。我也跟你说过，我打过电话，但打不通。就算军线打不通，邮局总归可以吧？我就不信，你5天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可真没有。安叶，我没有纪律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太具体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在这5天的时间里。我们白天在天上飞，晚上住各军用机场空勤楼，离城里很远。就算机组同意我进城打电话，邮局也下班了。前几天，民航调了架飞机，你好几天都没有消息，我很担心。谢谢，对不起。我该值班了。我陪你。但是有一点，在熄灯之前，我必须赶回去。哎，刚才我碰见向立伟的家属了，他说鹏飞给他女儿写信，说他有女朋友了，怎么回事？没听说呀。
刚开始接触，还没定呢。比我小几个月。我之所以没跟您说，是因为刚接触还没定下来，